亚洲羽毛球锦标赛。在混双的决赛结束之后，半决赛呢，李宗伟呢是2-1战胜了中国的林丹，俩的第36次碰面。那最终呢，李宗伟呢是2-1啊，真的是战胜了队友田厚威，闯进了今年亚锦赛的男单。小牙一拍，还是通过。这个球把球挑起来，陈龙回放，对方再放了一个滚网球啊！这个球是在控制，没有给李宗伟太大的压力。没错，李宗伟的整个节奏快的同时，还有进攻。挡圆网，还是打得比较稳。杀直线，啊，出来一点，不能全是过度。哇，好球，好球，不能全是过度。过度，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啊，这个球。勾对角，再下压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！急忙短球，要求质量过高，带有停顿的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，很明显，接下完之后，成龙果断了不少。出手不能犹豫，漂亮球，啊，李宗伟啊，球的比例一定要减少，在这种关键分上面一定还是要攻。李宗伟就是杀，很自信的一拍出，成龙打圆网，这几拍是李宗伟软压一拍，对方挡圆网，开始来找机会，出界了。现在这个时间点进攻是非常很重要，占便宜的啊，有优势，出界了。后面还是控不住，对。这样的话呢，对阵李宗伟第二局的比赛，还是要加油。这球是李宗伟急于抢。他在第一局的开局和这个第一局的中局两个阶段啊，这个速度都是比较快。当时陈龙把李接内球，接内。反拍过度，界内，界内。李宗伟现在是不是很好的机会？他不会轻易的下压，勾对角，界内球。接内球，好球！还是李宗伟的一个判断失误。对。好球啊！出了底线，
保持主动，出了边线。软压一拍，嚯，还是快，果断。再放，陈龙挑球了，出了这次出界了。呵呵，还是出了底线，下压挡圆网，对方放网，陈龙再把球挑起来，出了边线，一步蹬跳头顶区点直线啊！这个连注意自己的推球，李宗伟明显在前半场抢得很快，现在好球，跃起杀，保持主动，运气球，这个出界了，做得很漂亮。只要现在能救李宗伟，现在挡圆网，界外，杀中路挡圆网，反击，差了一点。球啊，防守这个球确实防得非常好啊。李宗伟，我们内心里面是不希望他们把里约当成终点的，这个发球出的比较多啊。他看李宗伟对上来了，对，还是要加油。突击，好球啊，再放网，好球，上来拍回放。哎，李宗伟就是打发接发，判断失误，这一分双方都很耐心，李宗伟反拍过度，陈龙再杀，下压突击，头对角，好球，还有机会，下压进攻，又是一个抢放网，再救，扑，界外。李宗伟呢是胜了决胜局，从而以2-1的大比分战胜了。